现在真正打击区的是程进，程进在今年二军的打击率来到3.67，打点。哦，今年我在打击的表现，这一球他可能遇到危机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有一局爆的这个。这球吴国豪有没有机会？蓝明哥这边有战术运用，点到罗金荣前面，罗金荣接球之后快传一垒，打击区的是金，是现在蓝明哥桃园也有攻占，曾经一样欠缺临门一脚了。嗯哼，这时候二垒上的跑者又启动，这时候又把球送到了外野，这时候。选手陈进接球之后，在圆满，是这一球，薛岳中把球捞到左外野，结果反倒是陈进，完是抓第一球来攻击，又是打到了陈进的防区。